吴宇轩不懂哦，就不要装懂哦。你不讲话，不会有人把你当八旗。如果没有2020年11月柯文哲所签的那个公展，让金华城准用都坑条例获得20%龙奖，金华城现在的容积就是560，所以柯文哲盖了这个六个章，然后现在才说他自己完全都不知道，现在不止不知道，还不识字了吗？我觉得这真的太夸张了啦，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要往下推，推给最基层的公务人员。所以柯文哲不要再装笨，不要再装不识字，你是智商157的台大教授，有一点自尊，有一点尊严好不好？现在出事了，什么都不认了吗？不止把自己好装作笨蛋，还要装作不识字，装作自己是文盲吗？自己盖的章自己都不认吗？